迎回到新闻的现场，我是胡欣平。我们刚刚呢，哇，这现场相当的热烈哦，女性的议题，好像女生谈起来特别有感觉哦。那我们先来这段特别要谈到了关于这个职场性别的歧视的问题、升迁的问题，还有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些状况，尤其是跟家庭有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很多行业，像刚刚这个钟副总就已经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表率。这他投入一个以男性作为主体的这样一个行业别当中，但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女性呢，她们非常的努力什么呢？在打破所谓的这个性别歧视或是过去的一些刻板印象。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个女性消防员的故事。手持破坏机具模拟破坏火场的铁门窗，这是例行的消防训练。性别平等，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要做到。你手不够力会晃，那我们这样拿会比较稳。油料正常，仪表板没有异常。好，来大灯。消防救灾有如作战，本职学能的要求都得到位。学长倾囊相授，把一身功夫传给学妹。现在的那个勤务量还蛮重的，对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都会出去。像那个我们那个分队长就会要求我们体能啊。考试的部分哦，他的名额已经有正额录取，但是他考进来的部分，我们所有的训练还是跟男生是一样。我们这一台是他的主要的压，用手压的油压装置。消防员在火场里出生入死，使用器材必须迅速确实。学长除了教他们如何组装，也要求他们模拟实际救火的情况，戴着手套操作，两两相助，争取时间。消防是团体作战，所以不是说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做事情的话，都是大家一起，所以困难度其实没那么高。我们的这部分比较着重劳力，那劳力部分的话，你平常其实就可以训练你的体力，其实应该都可以胜任。像20多公斤的移动式灯箱，女消防员还是得一把抓起，再合力组装完成。快速穿戴20多公斤的消防衣和装备，更是消防员的基本要求。不到1分半，他们就着装完毕。就在现场是变幻万千的，然后我们去的话，也不会是因为你是年龄老啊，或是一些性别的关系不同，然后会有不同的那个火警中哦，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哦，民众就认为说你是女生，所以你可以不用进火场。以往被视为体能要求高标准的消防救灾，女消防员的比例也逐年增加。这群女英豪投入之后的表现，巾帼不让须眉，成为职场性别平权最好的例证。其实现在有很多行业哦，像是女性的军官啊，或者是说女性的黑手啊，女性的飞行员，很多呢在过去以男性作为主体的这个行业别当中，有越来越多女性朋友来投入。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台湾目前的现况，究竟台湾的女性她们最主要从事的这个服务劳动的这个职业别是什么？我们从这张图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女性啊最主要的还是以所谓的事务性的工作人员，就文书啦、秘书啦这一类的比较软性的工作，或者是呢这个服务的销售管理人员呢。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薪资水平也都是从这个当中拉出所谓的这个差距。但是呢，这个文人呢刚刚跟我们提到了有五种行业出现了曙光，请问是哪五种行业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未来可以投入的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3年前做的调查，那样本就是人力银行里面上面的求职者，他有些人他会愿意填说他现在的薪资，然后我们去比对一下，结果发现呢至少有五种行业女性的平均薪资已经渐渐高于男性。那这3年来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多少有点变化，可是不见得会变化很大。这些行业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媒体业，我们会发现其实媒体业里面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当这个主导者她是女性的时候，她就会有意识的去改变里面不公平的现象。那另外的像是公关行业啦、设计行业啊、服务行业，甚至像是金融服务业，这些呢女性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还有女性在里面担任高阶
主管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改变这个男女薪资不平等的现象。只要女性继续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差距会越来越小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以我们公司来说，公共电视来说，我们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呢，常常都是女性，所以我们女生的这个声音比较能够被听得到，这到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觉得就对比也有趣，就是说现在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女性的参与是重要的，特别是说当女性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对整体的决策可能会有影响。但我们其实有时候必须惭愧的一点，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国家，譬如说今年的内阁比例，其实就是让人很汗颜的是说，目前今年内阁的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女性只有1/7。也就是说，你去年低了，低超非常非常，就是13年来最低的一次。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就职典礼一排站开，大家全部就是黑西装，然后就是对，这真的就是所谓的万绿丛中一点红。那其实我们觉得说，当那个女性在那个高阶主管位置是重要的时候，那其实整体的国家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那个参政或是什么，有时候也传统上是被认为说女性比较难走入的领域，有时候这个部分的那个薪资的区隔，或是说整个劳动的那个参与的部分，我觉得也说，有时候其实互相对照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到底改变了多少，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过那个女性名代还不错，即使是这个国会的席次减低了，但是呢，女性的名代的比例还是虽然只有20%啦，但是呢，这个比例还是偏高。所以呢，如果女性朋友你想要伸张的话，去选名代也是还不错的啦。不过我要特别要谈到几个行业，选名代要钱啊，然后那要看这个家族愿不愿意栽培女儿。对。不过我要提出有一个行业，也有两个行业比啊，因为这是我们观察到，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金融业，我们知道金融业当中呢，这个大家都说看过去都是女生哈，的确金融业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偏高，大概是6/4，又或者是百货业当中男女的这个比例呢，大概是7/3。那以这么多为女性工作场域的当中，但是呢，主管的部分还是男性。老师，你有对这个事情？不，对，如果说以银行来讲的话，那特别是台湾的这个以前的公立银行不是怎么讲？像台银啊，公股银行。那因为早期女人根本也不出来工作嘛，然后银行业其实是一个高度专业的这份工作，那女生过去的那个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早年的时候其实银行业大概清一色都是男人。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他现在是就是高阶主管的话是男人居多，就是因为过去嘛20、30、30、40年来都是就是30年前是男人为主，当然现在高阶主管就是对单身条款的关系，对，也有这个问题。那现在可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会改善，所以我倒是不这么样的这个担心，就是说的确长期看起来台湾的对啊有机会，有转机，有曙光，对，这样子。好，我再另外提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说这个，因为昨天那个地方特考放榜了嘛，结果呢照例那个女生的这个录取的这个比例呢是比较高。其实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这个国考的部分，女性呢这个录取率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个考选部的也出来讲话，说没有，那是因为女生考的人比较多，人海战术，以至于感觉上比较高。但是有男生说，未来要不要来保障一下男生呢？或许若干年后的4月9号这一天，我们可以来谈一下49。很厚脸皮。这个议题我最爱讲了。为什么呢？就说那个我们像，当然我们现在考试都从来也没保障过女生，女生都是凭自己的这个实力考上的哈。倒是那个选举是有，我们宪法1/4保障条款。对，曾经也有男生说，那以后这个如果选民喜欢选女生，然后不爱选男生的时候，到时候能不能那个保障条款变成是不就是保障男生？对，以前是保障女生。说吧，根本不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原因在这地方，就是说，我们1/4的保障条款，它其实是有个历史背景的。因为过去这个年代里头，女生不被栽培嘛，那女人要从政，家庭也不会支持嘛。好，然后还有女人看其他女人，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能力，所以她不会去投她的。可是这些年来那么大的一个变化，很多女性的这个能力也提升了，那她也有这个实力。可是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现在选民也看到这个事实，所以愿意这个去选这个投票给这个女性。那这个是，可是问题在这地方，如果说以后男生透过这个选票没有办法这个当选，是不是要透过那个保障条款？
那我都觉得不应该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之所以保障女生，是因为这个社会要提升他们的参政权。对，而且是因为有愧于女性啦，你就没有提供这个家庭资源栽培，也没有社会资源栽培嘛。可是今天男生呢，还没有这个问题啊。不过事实上，我们在真正在投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用保障的，因为他们其实还冲的还蛮高的。不过就你说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的选制上面，其实特别现在目前，特别是就立委的部分，可以看到是说，其实我们只有在不分区的部分是有那个名额保障，所以我们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后，其实很明显也可以看到说不需要用它。其实因为单一选区，它只能够投出一个最高票，那他会考虑那个整个那个选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明就是目前明代的整个分布来讲，其实老实说，大部分的单一选区中，其实推出的都是男性候选人。那另外，刚才就是陈杰梅君老师讲到那个社会文化中栽培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台湾50-60年代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应该很平等。但老实说，我们去年开记者会的时候，还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是找到一个个案，他就是。他要念研究所，但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个觉得说，你女生念太高，到时候嫁不出去麻烦，所以他虽然是他女孩子，但他哥哥跟弟弟家里，然后他们家因为其实状况比较不好，全家其实都所有的孩子在念书的时候，其实都是申请就学贷款，然后结果呢，当他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家里就跟他说，女生念那么高，你也出来之后嫁不掉，然后也麻烦，干脆不要再念了，所以他去念研究所是违背家里的意思，所以他变成是那个家里的学贷是不帮他付，他要自己想办法付学贷，但他哥哥跟弟弟的部分就可以得到 support， 就得到 support， 因为家里就觉得说啊，男生出来将来就是要养家活口啦，你哥哥弟弟还要当兵什么，但是他会觉得说，文化上要给他更多的支持，这其实是所谓的社会整体的价值观。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反而就是说这个女性她其实。虽然说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一样是背学贷，似乎是平等的，但是当他一毕业的时候，其实他就跟他的兄弟们站在一个不一样的起跑点。那他之后的那个努力，就算他再努力，他变成要比他们更加倍努力，甚至再加上说，职业上的薪资的区隔等等的那个部分的努力，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女性其实在那个整个经济的那个安全的那个确保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状况。不过我要回到这个我们在。谈论其他的话题，比如说我们来看到企业对于这个员工到底在性别考量的比例的问题到底有多高啊？那么我们再看到以前呢是程度是相当的高的，不过呢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薪资给付的这个标准呢已经降到9.6%，不过似乎也到了某种门槛哦，因为好像这个也降不下去了。那么在这个调薪的这个幅度呢，的确是。就薪资的考，就性别的考虑上，的确是蛮有进步的，但是呢似乎也到了一个门槛，就的确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所谓的工作分配的部分，大部分还是觉得说，这个男女之间工作的分配啊，好像还是不太公平啊。那这是在这个性别考量部分，我们再快速再看一下这个台湾的妇女劳动的参与率来看一下啊。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呢，其实呢，说真的也不是算太低啦，尤其跟日本跟韩国比较起来。因为他们就大家看韩剧就知道了嘛，韩剧日剧他们就知道了。那或者是说，其实尤其在日本，比如说你不管是念多少的书，或者是你学历多好，你进去就是从倒茶开始。在任何状况之下呢，你就进去的时候，你就是得要去端茶水，这是这整个的社会结构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问一下这个副总，请问一下，你觉得女性啊，到底在这个职场上最常遇到的，或是最常感觉到的委屈？是什么呢？你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我就给他努力的突破了？我觉得刚刚就是他还是对你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刚大家谈的，其实是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哈。就是说过去像我妈妈，她也会觉得说。你一个女孩子啊，你最好就是考公务人员，然后你就不要你对，但是我花了8年的时间去说服我妈妈，然后后来我妈妈她就愿意认同我说好，你去铺桥造路也是基因的哈，然后把你认错吧，对，不要做豆腐工程，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文化上价值观上必须要去，但是我相信这个变得很快了哈，变得很快那。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认为的是，其实并没有在我觉得我们在，甚至我跟一些在做土木，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做土木工程，我们其实是在研究人的，你们每一个人，好，平常这些，你会搭什么样的运输工具，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所以我们是最方便，对我们是研究人的部分，但是我不是研究钢筋混凝土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工程撑起来的，但是我其实我也是常常在跟他们合作，那。
那跟他们其实就是说，其实大家在意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概念，好，你有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沟通协调？好，但是对或就是当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个性别上的这个差异，他可能会觉得女生比男生有耐心去做很多的沟通协调。所以就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设计方面的，或是像我们在做一些规划方面，其实现在女生的这个比率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嗯哼，我相信是因为女生这个特质是有这个部分。那可是就女生来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哈。就比如说我在用在挑选人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有一些工作就是。你就是要会开车，因为你要去外面踏勘啊，比如我们去走那个台九那个苏花公路台九线，你要去踏勘，你要开车，但是女孩子就是比较不会开车，对，她就谁说的？我应该说不是全部，但是普遍来说，我们就说普遍来，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或者是体力的考虑，对，体力的考量，对，体力上的考量，对，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调查，我们说做那种交通量调查，我们是要做晚上十点的，那今天说晚上十点，我要不要派一个女孩子去当督导员？可能不妥，对，还是不妥嘛，哈，所以确实在有一些体力上，对对对，性别上的一些考量，有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会做这些考量，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男女平不平等，我倒不觉得说，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我在谈的是说，其实就像我们人一样嘛，这个顺性而发展。男生跟女生本来在你的整个这个身体的机能或结构就有差异，那你就各自去走他们优势的地方。那我觉得大家就会各自利用你的这个擅长的地方，你的优点去让你把这个事情做更好。那我就觉得就好了。所以同样的，就我的家庭来说，就是我跟我先生，他也会觉得说，哎。你在工作职场上，他会对他会觉得说我是很有那个热忱的，然后很快乐的在面对这个工作。那他所以我有问过我先生说，哎，我可不可以回家当贤妻良母？我也很想休息一下嘛，哈，我可不可以回家当贤妻良母？那我先生跟我说没有办法，哎，你拿的薪水比较高，因为他觉得就是说我在那个工作上的热情可以表现得更好，对，是我应该说一个你可以找到你很喜欢的工作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他因为在时间关系上，我要稍微要打断一下，因为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会特别提到了女生是不是真的有了肚子就没有位置了呢？稍后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去死。